啊，你怎么每个门诊都在看啊，你他真的是有病哎、欸！就是你啊，你讲对了，他就是有病，所以他就是有病啊，门诊都要看，而且每一科都看。那我们超级吊针哎、欸！我有，我有，我有另外一间房间。林淑珍呐，哪里有？这个男的，这个男的，有没有树？哎、欸，他有没有坐在这？哎、欸，这个有个笑脸，然后这个笑脸。哪里有笑脸？哎、欸，这有安妮的使用方法、欸。这边的那个胸腔是的，然后这边是他怎样？胸腔是胸腔。他胸腔旁边是有一个红点，他有一个肿瘤长在左边。白板是一个笑脸。OK， 开始了，来个 go， 来 go， 200层了。有可能，有可能全开，有可能。哎、欸，不对啦，这上面怎么会有蓝点、啊？欸、对，那个头怎样啊？那个头是怎样啊？他合成上去了，好可爱啊！而且你们进去都看到、啊欸欸，你们就直接走过去。没有没有，我刚那边刚好没有看到，我刚好转过去跟你同时差不多看到。阿西，我想说那边怎么会有个开心的脸在那个本上面？他那个好开心哦！我以为是反射，然后想说不对，他是立体的，灿烂的笑容。哎、欸，他笑脸变。哭脸了，可以走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！什么意思？你看白板，那你有哭？我要看他哭。他悲伤。白板。变 sad， sad 哭。好凶，so sad。哎、欸，他200多层的，我觉得我现在空气有点稀薄。好，吸不到空气啊。你说你家吗？没有说，如果是在这200多层哎、欸，200多层超扯的、欸。Let's go。这可能是往下，又不一定是往上。哇，他不是往上吗？不一定啊，刚刚真的看起来是蛮正常。我们有变小吗？门有变大吗？ Anything change？ 没有，我们变老了吗？没有，八号会重复。如果有一个状况是你一直慢慢长出胡子变长，变老，我们太难了吧？太难了吧？那没办法，因为毕竟你一定要多人才有办法，还有还有单人模式。哎、欸，这边写666哎，原本没有吧？这个黑板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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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。咪咪嘻嘻，哦，胸腔那边，我卡住，胸腔共鸣，我卡住，胸腔666，哎，去哪里？这个胸腔666，哎，我们刚刚是从这里来的，对，没错，是我们没有离他太远，喵哈无法玩这款游戏，因为他会忘记小光你还蛮帅的。他要不要检查一下眼？你塞多少钱给他粉丝啊？他是神神的爸爸，应该是我没有塞钱。确定啊？小光是帅，但就是有点傻。光啊小，把他编掉。傻光丑又傻。没有，又丑又傻。嗯，去帮我把凯吉那个石缝给编掉。谁？我觉得他们会着重在那个、欸，都着重在这个地方、欸。可是刚刚有说，刚刚有出现两次。有哎，好酷！我要进去看。哦，哎，完了，我被关起来。不要啦！不要切我。他被我被杀掉了。我要进去看。哎呦，完了，我被关起来。不要啦！不要切我。他被我被杀掉了。刚了哎，我被刚了，我被刚了。我的画面好棒哦。那还有机会吗？这？没机会看到。哎、欸，重点是刚刚那个门里面还是。哦，所以你们，我那边有动画哎、欸，我们看不到。然后你被熬了、欸。我们只听在外面听到。全部的人。没有啊，我们活着。里面全部的人，所以里面很多人哦、啊。啊，我待会要去补你的画面。太爽了吧！我很多人哎、欸。等一下，不是。等一下，咖啡，等一下 ，bug 了。bug 了。你在这里、欸。你看我在这里。没有啊。等一下，那是刚刚的小光吗？对啊，那是小光。你干嘛不出去啊？你们不出去，我出不去了。哎，好神奇！哎，我跟你讲，这边这个回去了。我刚刚看到，我有看到异常了。我要看。我一伸出来就看到异常了。你是从楼上然后被拉到楼下、欸？你顺便排泄。哎呀，它里面是什么？哎呀 ，Big Brain。啊啊！我喵喵咪摸摸咪摸咪摸。哎，造型。我靠！那不是大脑，干的是头巾啦！我吓死我了！那只是一个人，然后戴着头巾，我以为那是大脑。吓我一下！我想说那是老的，我想说那是什么嘛？手术很成功，你变了。我被关出来，然后你们直接从下一层找到我，超傻眼。好笑！我要去补你话。我想说那个人是就是那是异常。
那就是异常。那、欸、你们不要离开我、欸，哎，超好笑。刚刚那个，你们把门关起来说，哎、欸欸，完了。不是，那不是我们关的，是他关的。他就应该是关一个人，侦测一个人进去。常见单啦啦啦啦啦，手术很成功，你变女生了，谢啦。所以你该女一下啦。没问题啦。你刚切换好久。等一下，那边本来，等一下，他本来有没有那颗吧？哪一颗？哪一颗？你不觉得这边有点奇怪吗？哪一颗？什么东西都一把？这本来就在啊！你说植物啊？你已经怀疑这植物？扫一下 QR code， 来扫一下。这个吧。哦，好大哦！哦这 QR code 会是什么？可以扫吗？扫一下这 QR code， 扫看扫看。我现在就扫，我现在就扫，我拿手机扫。你等一下，这对对对对。哎，等一下，有人头挡住了，有人头挡住了。有了有了 ，YouTube 频道。YouTube 频道，哎，谁的？哦，他的他的。哎，好恶心哦！什么意思啊？你说他的 YouTube 有一堆乱码、欸，哎，啊？哎，你看什么？你回去翻。好了，可以走了，走啦可以走了，走啦，自己回去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们特别亮？好啊，正常。来吧，异常，该出了吧？不正常，不正常，这个地方不正常。哎，哪里？这图是长这样的吧？他反过来。哦，他颠倒了。OK， go。对，来回去。哦，他脸好、欸、不正常啦。他好亮哦，心哦，他会发亮，他是灯笼哎，我的天，他是 him 吧？嘟嘟嘟，笑得好快乐哦，反派眼睛也是白的，漫威的，还是就是小光白目？守望者是明就是明就是正派，正常哎，这里多东西了 ，no 那个笑脸，我要先你要先让我出去，我才有办法让你进来，他就是这么急，他变哭哭脸了。开门！啊，我刚刚的 boss 全都死掉了，还想活到最后？都太突然了。而且重点，第二第两百层那边会，那个会卡，那个掉帧，真的。哎、欸，走了。哎、欸，啊，我要看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。哎、欸，哎呦哎呦，眨眼，眨眼是什么意思？哎、欸、我，哎、欸，有丝带、啊，它丝带会动，它丝带在动。快逃快逃快逃！我觉得有问题，有问题，有问题，有问题。快跑快跑快跑！哎、欸，我在贴着丝带呢。小光白，小光白，丝带没有，丝带没有咬我啊！你要不要回来了？为什么为什么要一直眨眼？哎、欸，真的啦，小光，你看你背后了。小光走啦！啊，我干嘛？你要进来了，你等下进来，我们会输掉。对对对，他如果跟进来会输掉。啊哈哈，那刚进来好了。爸，他进来了啦，白痴哦、喔，不行，没事啦，吓吓你而已吧。是不是该来了？没有，下一层，下一层，十六万。十六碗才有，出来咬我！哎，结果他都没出现在，又是我，来啦，各位，这边很开心哦，我要变成，我要被肢解了，他要被切掉了，他要变女生了，你出来吗？可以出来。哎、啊，我死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所以你还可以再进去一次吗？我走出来就死了。哎、欸，结果他……干，又是我！来啦，各位，这边很开心哦。我要变成，我要被肢解了，现在他要被切掉了，他要变女生了。哎、欸，你出来吗？可以出来。哎、欸，我死了！那里有个机会让你出来，我不出来。哦、好大，哎、欸，好大的刀片哦！欸、哇塞，好笑、哦。它那里面是巨大的那个齿、oh、齿的那个齿轮刀片在那边转，好玩哦。他弄一弄就被排泄了，好笑。然后沉浸式那种密室逃脱感要来喽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来喽。来啊！杰瑞加油！被动吗？什么意思？医生，有什么道具可以拿吗？好像没有。要干嘛？干嘛？大哥，不要跟他讲。可是前面有一只哎、欸，有一大只在前面哎、欸，我怎么办？他好像是先跟着某一个人，是不是？好像是跟着我哎、欸。有两只哎。啊！来了！啊不行哎、欸！啊完了完了完了啊不行！啊！我进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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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快快！他进不去他进不去！进不去！碎了！瘟疫医生啊！哇塞，什么意思？对啊，什么意思？我对啊，他的解法是什么？看不懂。
反正就是绕，想办法逃过他们就对了。对啊， okay. 就绕过去了。你动速超快的、欸。哎、欸，看这里了，看这里的新地方。跟着我，我好难过、哦。啊！你怎么每个门诊都在看呢、啊？你他真的是有病哎、欸！就是你啊，有病、啊！你讲对了，他就是有病，所以他就是有病啊！门诊都要看，而且每一科都看。哎，这个就是我们啊，就是你啊！我们每个人都长得跟他一样，就代表说这个其实就是我们。这感觉好像有点风气、欸，感觉这个床里面到时候就会躺一个人。这针也太粗了吧！天哪，两个床一定会躺的。然后感觉这水槽待会一定就会变红色的血池之类。然后这个电脑感觉萤幕底下画面会变成奇怪的画面，例如说在看。哎，那电脑桌上的东西都不一样哎。这谁？哦哦，出不气，哦出不气。球王。哦哦出。我靠！对哦，可以揍人哦，我都忘记有这个设定了。可恶！这是什么、啊？这好像超哦，这是笔记本而已的。哎、欸，对，刚刚有推这个动作，那刚刚像那些怪，我是不是可以推它、啊？我觉得应该你是碰到它就死了。哎、欸，对耶，不晓得耶，忘记了。可恶，没有去触碰。植物饮水机，一个沙发，感觉越来越难。看起来是不会啦，还好吧。我们目前都很快就找到了。啊，吐了，他现在吐了。他的猫吐毛球。他对他喵哈吐毛球。他对他的喵哈吐毛球是什么意思？他对他喵哈吐毛球。这边好像已经很少在出了、欸，很少在出这种长条的，都是叫大不了重来这一层而已吧。对啊，没错。我、哦、他会直接从301开始，他不会应该是从300开始。300就还好，不要从零开始就好，因为我们是简单模式。哦、我们到目前还没错过哎、欸。感谢梦梦。我正在想小光那句会不会立起？哎、欸，超可爱，妈咪，妈、欸、咪，可爱呀、啊！那他为什么在倒下？欸、这里也有猫哎、欸啊，到处都有猫哎、欸，这边的沙发底下也有猫哎、欸欸。为什么要做这种动作啦？我爱咪咪，好可爱、啊。然后这个观众开始晕了、哦，哇！推荐你一款好游戏《特战英豪》。现在只要拿《特战英豪》玩久了，就不会3D晕了。没有这种东西、欸，在我们这边打广告哎、欸。这个东西内耳平衡，你再怎么习惯也是没有用的。重点我有没有说他刚刚前天生的？哎、欸、比较亮哎、欸，是我的错觉吗？好像哎、欸、对，比较亮、喔，比较明亮哎、欸。灯没有那么亮吧？多一点。它本来没这么亮哎、欸，这曝光变超明显的、欸。对啊，我觉得它这边的灯变太多了，灯变多了，灯、啊、没这么亮。对，原本没。告白告白。超级工伤，我根本就没有接他工伤，我只是觉得，哎、欸，治三 D 晕就是玩三 D 玩到吐。没有，这是内耳平衡。你晕，但还是可以继续看。怎么这么容易晕呢、啊？完蛋了。啊，就内耳平衡嘛。那内耳平衡要怎么训练？没有办法啦，砍掉重练而已啦。真的假的？就像你会晕车的人，一辈子就是会晕车，你得吃晕车药，那是一样的东西。哎呦，等一下，我干！哎、欸，我过去，哎、欸，他们动哎、欸！要让我出去！你们居然是用推的，来啊，来了！快点啦，快点啦！哇，好助虾！哎、欸，没有追来，还在。他可能移动范围只有在里面吧。怎么办？我觉得今天的小光好 N 哦，他每一个看到就是直接哇过去了。啊，他想要做效果啊。啊，效果光。哦，效果。哎、欸，拜托。那重点是小光你要做效果，然后又不爱剪效果，对，又不把这效果剪下来。哇，奇怪，这个人。那你帮我剪啊，耶、yeah。想赚钱，帮你剪，但做人又不收钱。问题是我会放在我的频道啊。啊，是这样子啊。对啊，废话，是我剪的话。哇。我放你频道干嘛？我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放我频，就是我会感谢你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对，没事，没正常。他那个针本来就这么大一桶，对啊，本来就蛮大的。因为我这边观众很多，就是很多也没办法接受3D，因为我玩的游戏大部分就是都还可以接受的。点数没发作，还你。我好像有一款游戏竟然会晕哎、欸，但是我忘记是哪一款。我之前晕最严重的是那个蒂尔，那个超级鹿那一款。那一款是真的弃坑，没办法，那太晕。超级鹿，就那个脖子很长的那个鹿。啊，可是那款不是那个吗？月间视角。
晕眩视角应该不会晕才对。我不知道，反正会晕的东西就是会晕。就像每一个人说啊，你这看到血不是会怕吗？啊，这不是有血吗？啊，就是有一定的程度会开始发作。我有什么办法？我要怎么跟你讲？哎、欸，这个没有，他写了六，告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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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那边吧？不对不对不对，不是那里。哦。人家说什么啊？你看到血不会怕，那你会怕所有红色的东西吗？你看到红色的笔哦，你看，呜，啊，好可怕！其实讲一个最直白的说啊，你不是很怕蟑螂？这小蟑螂也是蟑螂啊，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。说真的，我也会怕血，但是我怕血的程度没有像喵他那么狂。就是我是没有，我是那种会直接身体反射性没办法控制的那一种发抖跟软，那个真的是沒辦法。我是会手软。对啊，就手，我会手软，脚软、发软什么之类的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，但是不是看到游戏，游戏中的我就还好。游戏我有，哎呦，好多眼睛啊！哎呦，我要看，超恶心！你们过来，你们转过去。哎呀，它应该增加哎、欸，不是，它只在眨眼增加啊，眨眼而已啊，眨眼，眨眼啊，眨眼，眨眼，好饿啊！而且它这个视角是看不到的，要转过去才看得到，好好笑。对对对对，不就好加在我转过去看而已啊。这是什么游戏？这叫666，我看不懂啊！这游戏就是麦块。这游戏很像什么？就是麦块。那个八号出口，我们要找出异常，异常，异常，有异常，我们就要回来。然后如果我们要找凋零王，对。虽然我们没有标 ID， 但是总觉得现在看你们的走路方式，都好像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的感觉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看得出来？冲第一个是小哥。那你猜我们是哪一个啊？你猜哪一个啊？来，开始猜，开始猜，哪一个是小光？里面那个，哪个是我？你推他，你推那个人。那谁是凯吉？看你们两个混在一起，就是玩不同游戏了吧？谁是凯吉？哪一个是凯吉？哪一个是凯吉？哪一个是凯吉？先等我推小光推到找到为止。不是啊，你推我，我又不会3D 晕，只有观众会晕而已。谁知道啊？这好像在玩 NPC 游戏啊！好笑哦，这个应该是凯吉啦。我现在推的这个是凯吉，对，你是凯吉，对，你推的是凯吉。等一下，那这正常的话，我们是要往下走。对，那是往回走、欸，往回走是错的意思，应该是走错、欸。哎、欸，凯吉也对啊，应该走错了。好险哦、喔！不就好加载、欸？那我知道分辨杰瑞跟凯杰方法，走对的是杰瑞，走错的是凯吉。这是凯吉啊，你看丑是吗？好像也是可以的。哎、欸，那按的是凯吉啊，没有按的是杰瑞，不是按的是杰瑞 啊。啊，完蛋，我认错了。我在推的不是，我在以为我推的是凯吉，凯吉刚刚想说我推对了。现在有个很好笑的事情，我们已经对游戏没兴趣，我们现在的兴趣是分辨谁是谁是谁啊。好了，你刚推的人是我了，白痴哦、喔。啊，真的是你啊，啊，那关的也是你。我的关的关，你推的关不是我，关是杰瑞。但、哦、是你，我刚不是把你推那么远，所以想说你回来了，应该不会。哎、欸，正常。哎、欸欸，这边正常，不对啦。哦。哎、欸，我这边的监视器表示有人跑出来了、欸，哎，好酷啊！可是不是，你们想看，但是我想让你们看，你们都卡住，你们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我看到他进来，他进来了，他进来了，他进来了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哦，没有啦，他走过来电脑上了。黑掉了，没有，没有啦，他只是吓你而已啦，录影而已啦。我觉得这样好酷、喔，如果真的有出事的话，好酷、喔。真的有出事，对啊，如果他就这样走进来，隐形人玩呢、欸，超好玩的、欸，这个这样子很猛哎、欸，这比较好玩，对，这样死掉就是酷。你是小光，我是小光，他也是小光，这是没有他，等一下，谁都不认谁。等一下看那种走很慢跟走很稳的那种，恭喜粽子下班，因为快要吐了。我们这里在玩。666医院，哎、欸，我听到声音，好恶哦、喔！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不是你的吧？太难听了吧！我说你屁股会发亮啊？谁屁股、欸？真的？哪里啊？它只有声音，可是看不到人哎、欸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有，是这里，在这个病床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我说在这个病，声音从、啊、那个病床传来的。对啊。是从那这样算是有问题吗？当然了，废话，当然有问题啊。只是说为什么？我们刚刚有一个 jump scare， 我们刚刚有个 jump scare 吓你的图，但是它整张图是没问题的。不是他开，他只是放了一个音效在那里哦。啊，万一我没有开喇叭，他可能没找到素材吧。哦，坐等更新。
通啊！啊，我就说冲第一个的一定是小黄。没有，其实那是凯吉，你不要推凯吉啊！他们好白痴、喔欸，有人死了，把 A 接有人死了，把那蛇还推我，哎、欸，淹水啊，淹水啊！哦、小凯吉要被淹死哎、欸！哇、欸！我在这边也会被推，欸、我在这边会被稍微推一下。哇！水淹凯吉，应该很好玩哦，我想继续玩。哎、欸，没死哎、欸，没来。哎、欸，其实啊，为什么你没死啊？我没死哎、欸，你不要推凯吉啊！他们好白痴哦、喔！有人死了，烤鸭！电话有人死了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淹水啊，淹水啊！哦，小凯吉要被淹死了！哇，我在这边也会被推翻，我这边会被不能开门哎、欸！哇，完了！水淹凯吉！哎、欸、哎，好、欸、玩哦、欸，我想继续玩。哎、欸，没来，没其实哎，屁啦！我没死哎、欸，我没死哎、欸，玩水，玩水。好快乐啊，玩水耶！啊，这边还在漏水，好笑。我要玩，快点，再漏一次。奇雨的小光，好难过、哦，我想要游泳。结果因为我刚刚说一句，因为第一个是小光，结果变成凯奇跑进去。人家把我推出去，然后自己去送死。没有，可是重点是我也没死哎，他是效果蛮好。可恶，为什么都我死？我刚才差点讲、哎，对，没错，你怎么知道我差点，我就吞回去了。我知道你想讲什么，但最好但吐回去是最好的。哎、欸，有声音，有声音，有笑声哎、欸，有笑声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下面啦，我看到了，好恶、喔、啊！下面哪里？哎、欸、呀、欸，真的、欸，我、哦、干。这素材真的有点不太够嘞、欸。他的头好大啊！所以会不会其实刚刚那个女鬼在天花板上，只是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抬头？有可能，搞不好哎、欸。搞不好真的是那个有声音啊！搞不好藏在某个地方，我们没看到而已。对啊，我们可能没发现。然后就是、oh. 我都这样子，这么这样子，你们都没有看到我。三一三，快到我的生日哎、欸，在两天。哦，然后那天就抛弃我们，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一起玩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nobody like you。嗯，疑似正常。哎、欸，我会晕，我要吐啊！这是你啊啊啊！我以为那是凯吉哎、欸，我完全认错。你好烂哦！就会认错，你还认揍？我想说，刚刚我揍那个才是喵哈，就不是。哦，凯吉要多久？他在讲什么？他在讲什么？他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在外面。我推的是凯吉，没错吗？你觉得是啊？是不是啊？我刚推的瞬间，刚喵哈说我好晕，我想说我推错人了，原来是喵哈，是喵哈，没错啊，不是真的是喵哈啊！啊，那最后进来是谁？我啊。好吧，兄弟们啊，这个是我们都在认错问题了，是你逻辑有问题了。我们来玩猜猜乐，我一开始推的人，他说，我刚才推的人，他说要推我，然后是凯的杰瑞说我推他，这跟大家走出来了，然后我想到两个人都在外面了，然后我在讲什么啊？你出现幻觉啊？我出现幻觉了啊？认不认？这比三 D 晕还可怕、啊，他还在里面找人呢，干、欸、超好笑的、欸。这有问题，这有问题，这有问题。哪里？哪里？有异常，哎呦，完了！啊、你们伤害我，现在开始三 D 晕了，因为刚刚我已经开始啊，有靠腰，哎呦，好、啊，谁、欸、在我头上啊？对啊，我在头上啊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从三百开始、欸，我怎么死掉了？我死掉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所以刚有什么东西？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可是有东西把我们吃掉，是不是？那个异常是瞬间秒杀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是 bug， 应该是 bug， 因为不太可能。我们之前都是，我们连 boss 都是。我们要走到对面吧？啊，好像是、喔、要重台哦、喔。对啊，我们要走到对面啊。啊，喵、啊，他想关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三 D 晕了。猫咪倒了，猫咪倒了。OK， 走吧。这边是猫咪，快走。你看我在哪里？人过来家里。OK， 没事，你就回家吧。因为我记得对的，對因为我记得对的东西很少。不想吐哦、喔，这观众说好想吐哦、喔，真的。想吐的人可以来看喵哈视角，喵哈现在不会动了。哭啊！吸收三 D 的观众干嘛啦？我知道，那观众不回，太亮太亮，观众不晕的可以来看小光的频道，耶、yeah, ！交换观众，我这边一定超晕哦！啊，如果你们最不怕晕的那种，
就想挑战自己3D 晕的就可以过来我这了。听起来好没有吸引力啊、yeah, 你想要更体验3D 晕的可以来看我的、哦、我都超晕的、哦、我这边超刺激哦，全部都晕到烂掉啊，欢迎来看啊，超晕的、哦、那你要边走边晃动有没有？我这边最这边是最刺激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在干嘛？喂你想要更体验3D 晕的可以来看我的、哦、我都超晕的、哦、我这边超刺激、哦、我都晕到烂掉啊，欢迎来看啊，超晕的、哦、我最晕到靠北了，边走路边晃动有没有？我这边最这边是最刺激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在干嘛？你们觉得有办法的话来体验我的、哦、最高级哦。我要看你的是自我震动，白痴！你们觉得有办法的话来体验我的、哦、最高级哦。我要看凯奇的聊天室。我要吐了。我现在完全是那种魔法师用完魔，然后在旁边蹲着补魔虫。眼睛走。好走，那是怪物的声音。哎、欸，我这里真的有观众跑来说小光视角好晕哦。你说小光的本人镜头很晕，是不是？哦，那应该不是那种吧？好啦，没事。不好意思啊，晕我吗？我知道大家都觉得我很帅。他都已经讲小光的视角了。我看一下沙发。啊，不是玩水？笨鸟啊，玩水了。耶、yeah! ！吓到一下。我被吓到一下。哦，原来在外面也有那个、哦。好清澈哦，这水。好想喝喝看哦。结果里面都是蓝色的。很蓝色，我觉得像马桶水。一般来讲是不应该是 蓝色的水吧？蓝色是因为海洋那个照射天空的折射才。没有放绿啊。哦，放绿啊，所以是放绿吧？游泳池放绿啊。啊所以我们在王的两关前死掉、欸，哎，好哦。对啊。啊，都还没到我生日就死掉了，那等下就直接按了。你讲这句话好不吉利哦，你生日快到了。我先确认一下，要确认一下吗？我怕说等下又那个啊，等下 bug 又直接消失了。相信我。好，你们在这边等我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一有脸就回来。刚没有，那不是脸，我没有看到脸。我刚一开始看到是，对，好 ，OK， 看完。荧幕上的脸啊？一开始没有，一开始我看荧幕上不是脸，是一个监控画面。有吗？没有，没有啊。耶、yeah, ，要到我生日了。OK， 3月15号，噔噔，生日快乐，冰耶， yeah, 到了，这是我的生日，应该是正常。可以啊，我这边就没看过。哎、嗯欸，好大字哦，一看就知道了。好，不然我进去看一下。哦、好大杯啊！我可以去碰它一下啊。它应该也不会怎样吧？它就是很大、啊。看起来也不会怎样、啊。兄弟你好大、啊。兄弟你好大，转身。兄弟你好大，什么、啊？新有转世。克林奶粉。太补了吧？这么补、啊？看来你的楼层不属于你。16过后才是啊，对，16过后才是啊，红的哎、欸，一看到就知道是有异常。哇哦，酷吗？还好、啊。什么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名就是跟那个抓鬼那个一样，有一样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他在抓我哎、欸，抓鬼那个一样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我碰到他了，他在抓我哎、欸。啊，我什么意思？他从布袋里面伸出一只手，然后往我这边摸过去，然后我就死了。哈，手都被摸掉了。好，虽然16楼都有那个哎、欸、杀人的机制在。刚刚那个角度的确看起来有点母汤，爽死。匹配来了，性骚扰是什么？厕所。为什么你们都可以看一眼就马上看到东西？我是还在一片黑耶、欸。哇，厕所、欸！厕所在天上飞。我等一下，为什么这么多？要好多一耶！偷油！哎、欸，奈五耶！哎、欸，我爆炸！啊！我被困在里面，我死了吗？哎、欸，有血水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有人可以帮我关这个门吗？我被门卡住了，是 bug！ 爆炸！啊 ，shit！ 闪得多。No！ 跑！我很会闪的，好不好？特战英豪。不是玩假的，干、啊、你啊！这不是，这我没办法闪吧？这东西我没办法闪吧，大哥。特战英豪，哦，哎、欸、哦，真的没办法闪、啊哦，那还蛮仁慈的。那这还不错。
看现在谁拉到那个都好可怕哦。谁知道我在哪里啊？哎呦，哎呀，不能连开，一定要躲一下。他在哪里啊？我们不能太近开。哎、欸，找到了，各位，到这里，炸弹要在我这里，各位。你在哪里？来，快点，我好像不容易看到一个男的了。Follow B。你在哪？中间讲个位置。哎、欸，最底层，最底，这里，我，你看我这边，看这边，后面他没有看不到啦，怎么可能会知道啦？他妈的，知道你在哪？快点。哪里？最底，两边的最底，你就查一下，看到你过他过头了，过头了，进过头，回来。哎哎，刚、欸、我怎么死了？过电了，应该没差吧？我为了帮他，我死掉了。对啊，逃离厕所。发现的是我，死掉的也是我。